北市最近少年所发生三件案件，先是这个4月27，有人伫个网咖来开枪，刷来5月初3，地检署的外口有人相拍，过来5月初7愈严重，有人伫个树林区的民体开枪，连开7枪。讲这几件拢甲黑道帮派有牵连，所以台北市警察局实施着安详计划，这个扫黑甲防疫双共来进行，发动着14个分局。到帮派聚集的地点甲八大场所加强联检。DKTV 的包厢唱到一半，警方入来检查。镜头刷到酒店工作人员排队接受警方联检来核对身份。突破警力伫半暝出动，甚至阁有提醒，伫附近的交通要道进行路检。而且，近期拢成为最近的三件治安事件涉案人数拢含黑帮有关，警方唔敢大意。对配合半暝开始进行安详计划，将对帮派驻点含八大行业严格进行安检。本土疫情要继续来看，中央规定伫八大场所出入要注满3剂疫苗，警方嘛要检查小黄卡。台北市警方嘛表示，除了协助防疫工作进行，嘛继续加强扫黑措施，继续维护社会治安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